尘没掩盖着前事，心愧但是无言，流行亦没办法磨灭。沉跌线索谁删止，泪来滴干你潜藏那一面，收敛极尽人前，遗留着实证说明有开始。及退后及退算，决意将退返，而话静待日后沉思散未晚。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偏差，事实在分叉，重重迷团乱或姿态，千种心理见解，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没流动偏差，仍能寻回乐与尽他。我分析去拆解，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其实 Eva 的死状同行凶仔的行为真的好像三十年前同我妈咪遇害的情况一模一样。凶手只是模仿三十年前的杀人手法杀人，还是三十年前的凶手又再报仇呢？那边大杀手对不起，很严重的谋杀。没事没事，这个人可能因为受伤变成伤残，行动不便都不出奇。我们怀疑你同一宗谋杀案有关。仔，抓住他们，尽快通知他家人来看他，他的情况绝对不乐观。你们碎女人贱女人，不死都没用。做低藏私，不知几傻。你杀咗你老婆咁多年嚟都冇人发觉，个碎女人勾佬系人都知道。我同人讲佢跟佬走咗，佢又冇亲戚朋友，咪冇人问咯。唔怪得知有人出天价收购你间屋，你都唔肯卖啦。原来你怕被人发现你做底藏尸，咁点解你又要杀死冯晓晶啊？佢都系衰女人，我仔玩事关佢咩事？做咩闹我仔？仲要查晒白指甲喺度手指指。小朋友，你揾食客人系唔啱噶，你知唔知啊？你妈咪喺边度啊？衰女人就要死，爹哋好快会揾到你噶啦。咁呢位啊，我哋宵夜食饭，我冇打火机，唔知你哋有冇？厨房好似有，我入去攞啊。唔该，麻烦你等等啊。你太太好似叫你喎。真系爽啊！冇耐，又俾我撞到另外一个衰女人，整定要我替天行道。你做咩搵啲蛇嚟吓啲细路啊？啲细路好容易俾啲蛇咬亲噶，你自己都好危险啦！等佢俾个衰女人喂到自杀吉祥，仲俾佢走啦！咁周亦菲咧？点解你要杀佢？佢都系衰女人。是用啲乜鬼专栏就抄到嚟我屋企问三问四，佢怀疑我，我仲唔杀佢？最好攞刀捅佢大髀，等佢跌低，我就骑上佢身，用刀解佢块面，插佢心口，插死佢！Mandy， OK， 我再问多你一次，周亦菲系咪你杀噶？是我杀的。你讲大话，周亦菲根本不是你杀的。你是谁？
周亦菲大腿上面嘅刀伤系由上至下倾斜插入，杀佢嘅人好应该系企喺度，用把刀由上至下先可以做得到。你系坐轮椅嘅，你只可以用把刀用水平线角度插入，除非当其时你系企向身啦。系啊，我吉佢大髀嗰阵，我系企喺度嘅。咁麻烦你企向身，重演案情一次。你点撑都撑唔起身，因为当其时你袭击梁翠娴嘅时候，俾佢用烧烤叉吉伤咗腰椎骨 L 1同 L 2嘅位置，导致你以后下半身瘫痪。所以当其时你根本就冇可能企喺度，由上至下插周亦菲嘅大腿，亦即系话杀周亦菲嘅人根本就唔系你。赵大龙，周亦菲唔系你杀嘅，你点解要认？你系咪要包庇咩人？系咪要包庇你个仔？话咗唔关我仔事。周亦菲是我杀的，所有人都是我杀的，全部都是我杀的。谜底已经解开，赵大龙揽晒所有罪名上身，一定是为了包庇他瞓在医院的仔赵贵德。终于被你讲中咗一次，点都好啦，都要等赵贵德醒翻，正式同佢落份口供，才会知道真相。赵贵德醒了啦，做乜咁嘅样啊？仲未同佢落口供啊？医生话要迟啲，不过都未会问到啲咩。点解啊？赵贵德醒翻之后，医生同佢做咗检查，发觉佢原来系中度弱智。咁即系点啊？佢智力有问题，唔代表佢杀唔到人噶。就算佢杀到人，但系要喺事后帮死者换鞋同埋查指甲，做啲咁细微嘅工作，仲有识得喺移走尸体之后唔留低任何嘅痕迹，以赵贵德嘅智力未必做得到。咁即系谜底仲未解开啦。咁赵大龙要将杀死 Eva 嘅罪名揽晒上身，个原因系咩咧？除非佢喺度包庇另外一个人。我暂时联络唔到你爹哋妈咪啊！我就系知道佢喺阿拉斯加上开游轮，所以你一定要撑住啊！我同武常讲咗噶啦，佢批咗我哋两个一齐放大假，我就你啊！我哋去南极去睇极光。去踢技我，你唔使惊我怕冻噶，我会带定两件羽绒衫，同埋黐晒暖包打底嘅。不过啱啱好翻，都系唔好去太远啦。我哋去咗你中意嗰个十大郊游好去处先。我未得罪晒你。你开心啦，咁你答应我，你一定要醒翻啊！我哋仲有好多嘢未做噶，你一定要醒翻啊！Angel 会冇事噶，一定会冇事噶。Ken， 点啊 ？Angel 状况点啊？观察紧，暂时就几稳定嘅，咁咪好咯。你面色唔多好啊，不如翻屋企休息下先好唔好？系咯，我哋轮流帮你睇住 Angel 啦，你唔谂得嘅。系啊系啊，撑住啊！你哋有心啦 ，Angel 一系唔醒，佢都唔会走噶。玩够啦！你要整蛊我醒翻先啦！而家我唔玩啦，你快啲起身啦！Kia，
唔係㗎，仲有得救我哋幫下手好唔好？醫生仲有得救。我盡曬力㗎啦。Angel，Angel你醒下。Angel，你唔可以咁㗎，你唔可以咁冇口子㗎。我哋講咗仲有好多地方未去㗎嘛。Angel你醒下，Angel。 饮晒佢啊！咩事啊？唔觉意倒咗啲 Long Island Ice Tea 入去佢杯冻柠茶嗰度啊！ 做乜事要做我杯嘢啊？有啲嘢我要饮咗酒，我先敢同你讲噶。我中意咗你啊！我做你 boyfriend 啦。你杯唔系酒嚟噶。吓？头先去厕所嗰阵，叫 waiter 去 change to 乌龙茶。虽然唔系酒后吐真言，但系我讲嘅每句说话都系真心噶。Angel，Angel。 有冇嘢可以幫到手㗎？做咩唔喺屋企休息下？翻嚟做咩？寶哥啊，我 OK 嘅。呢度冇 Angel， 唔可以冇埋我。況且 Angel 都唔希望我偷懶。冇錯 ，Angel 一定想我哋重新振作。大家努力，一定揾出真兇。係，副帥。歡迎你歸隊。寶哥，你報告出曬未？出咗啦。我哋對比過揾到嘅 dental record， 證實喺趙大龍屋企草底所揾到嘅鞋骨咧，係屬於佢嘅老婆陳文娟。而我哋喺村屋揾到嘅英泥，同 Eva 褲腳上面 high 到嘅英泥係互相吻合嘅。而喺村屋度揾到嘅白色乳膠漆咧，亦證實同 Eva 手指甲上面嘅白油係一樣嘅。仲有喺廚房牆上面嘅血跡，的確係屬於 Eva 嘅。已經有足夠證據顯示，趙大龍屋企就係 Eva 被殺嘅第一現場。阿 Gary 而家做緊趙大龍同埋個仔趙貴德嘅 DNA 比對。 淘宝出咗啦！点解会咁噶？喂，Ada，我哋睇到赵大龙同赵贵德嘅 DNA 淘宝，15对染色体之中嘅7对完全唔同，佢哋根本唔系父子关系。 赵贵德咧原本系姓邓嘅，一出世已经系中度弱智，无父无母，得一个婆凑大。但系佢阿婆好多年前已经死咗噶啦。佢十几岁已经跟住赵大龙做三行学师，佢哋关系咧好到好似两父子咁。最后连姓都改埋。赵大龙本身的确系个仔嘅，不过十几年前已经搬咗出去。啲村民形容佢哋系独家村。 提起佢，主要都系话佢唔肯卖地，阻住佢地球转。Pro Sir同Mandy提过，赵大龙嘅变态行为系一种精神病，可能会遗传俾佢个仔，所以佢极有可能系杀死 Evan 凶手，而且非常危险。去揾赵大龙，要佢讲出佢亲生仔嘅下落。Hello， 我系赵大龙死咗。 阵间咧买个只杯俾爷爷咯。好啊，正话你爷爷笑到手都震晒，打烂只杯真系搞笑。唉，佢不嬲唔搞笑噶啦。
佢因為見到你呢排冇再發惡夢，精神咗，佢安樂咗，先笑得咁開心嘅。嗯。咩事啊？呢度話趙大龍自殺死咗。佢殺咗咁多人，破壞咗咁多家庭，終於係咁嘅收場。隻手好凍喎。係啦，件外套咧。我摆在爷爷的梳化上面啊！哎，唔好行凉佢啦，我翻去帮你攞，喺度等我。嗯。喂 ，Mandy， 郭董，我见到啲嘢啊，唔系好妥。你见到咩啊？喂 ，Mandy， 唔好意思，咩人？你系赵大龙个仔，你细细个嗰阵就系中意咁样拍手指。你要个死正宗，你究竟想点？救翻我阿爸。Ada 话赵大龙自杀死咗。呢个世界只得我阿爸对我最好。连生我个都系咁衰，你唔中意我打佢嘛？我系要打佢啊！衰仔，我要你。好彩有我阿爸，全靠我阿爸杀晒啲衰女人。我要救翻我阿爸，我就系谂住捉你呢个死正种，不过有人自动送上门。一个法医，一个法证，两个换我阿爸，一个有佢哋着数啦。如果我救唔翻我阿爸嘅，我就杀咗你哋。Mandy 的电话仲系飞咗 voicemail， 宝哥话婆成个电话一直都冇开到，到而家仲未揾到佢。唔该 ，Sunny。Sunny 都话揾到 Doctor John， 一定有唔妥。搞咩啊 ？Hello， 阿爷爷啊，揾到啦 ！Mandy 同 Pro 原来做紧嘢，冇开电话啫嘛，唔使担心。啊系啊，仲有 Mandy 话佢今日好忙咧，暂时复唔到你住，件外套都唔攞住噶啦。好啦，
OK， 拜拜。无谓令博士担心啦。Madam， 我哋喺博士住嗰条村嘅村口，发现咗布上架车。仲喺马路附近发现佢部手机，不过已经跌烂咗。佢哋真系出咗事。Madam， 根据入境处嗰边嘅资料，查到原来赵大龙个仔就系伊凡写专栏嗰间报馆嘅副总编赵博士。佢系伊凡出事之前最后同佢讲电话嘅人嚟噶。我系伊凡超啊，我想揾总编。喂，伊凡，我有一支啊。报馆嗰边话佢今日冇翻工，又冇请假 ，call 又冇复，好似失咗踪咁。系 Mandy， video call。Mandy， 你好啊，李 Sir， 我哋见过噶啦。赵国志，呢个副总编，总编有事请假，叫我暂时负责伊凡嘅专栏。估唔到未正式同伊凡合作，佢又出咗事。你系赵国志啊？好嘢啊！咁快知我系边个？应该查到啲嘢啦。你想点啊？呢度一个法证叫报国栋。另一个法医死正中，两个都在我手上。你说是啊是啊，我为什么信你啊？怎知道你是不是玩东西啊？见到啦，你当我流的，你是想他们没事的就立刻放回我老豆赵大龙出来。现在四点，我给三个钟头时间你准备。我要的是我老豆和一个入门的快艇。到时见不到我老豆的，你就会见到两条尸。时间地点，我再通知你哋。条颈再伸长啲咯。边个望到？你同我边个讲啊？我俾你嗌埋电话啦！嗌啊！我话俾你听。呢个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唔使知有人救到你哋。周亦飞系咪你杀嘅？你点解要杀佢啊？因为你咯，因为你个死症种，戚起佢条筋，系要查单案。如果一早负责佢嘅专栏，我一定唔会俾佢咁做，我唔会俾佢查到我阿爸出嚟嘅。呢个衰女人，连发展商勾地嘅新闻都查埋出嚟。其实我同阿爸都商量过，间屋咁贵都唔肯卖，迟早会俾人怀疑，所以我决定凿翻开咗个头。起翻阿妈副骨出嚟，再卖过佢，然后再揾翻个灶头。我连英泥都卖埋噶啦，但系呢个衰女人，佢唔识死，仲要打电话嚟我报馆。喂，喂，我系伊凡超啊，我想揾总编。喂，伊凡，我有一支啊，总编有事请假，你嘅专栏暂时我负责。哦，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咁嘅，我睇到元朗大田坳村收地嘅新闻。里面提到有户人拒绝收地赔偿，我谂呢户人应该住咗好耐，对呢度好有感情，所以唔肯搬走。或者佢会记得三十年前嘅事，我谂住去了解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多啲料，咁我再阿 Man 过份工。你打算而家入元朗？反正我今晚得闲啦。我都系住嗰头，我兜埋你入去啊。好啊，唔该晒。拜拜。好，我唔止兜佢入去。仲带佢去我阿爸间屋度，佢咁中意问，咪当面问啦。龙叔啊，三十年前呢条村四号间度假屋咪发生过一单劫杀案嘅，你住咗喺度咁耐，你应该有印象嗬？有。咁你知唔知？咁你又知唔知？出几多钱我都唔肯埋呢间屋嘅原因，系因为个厨房。就系因为呢个租。我收埋多条尸喺里边，嗰系我老婆，系我杀嘅第一个衰女人。一刀刉落佢大髀度，再抹刀解佢块面。我见佢又痛又惊个样，我就要睇佢点死。佢死咗之后，我就慢慢帮佢着翻对绿色鞋，有指甲油，冇指甲油咯，咪用白油咯。我老豆讲得啱，杀死衰女人真系好爽。Pause，OK，Pause。
縮埋個窗嗰度，揾報紙封住個窗，崩咗角啊！有啲綠色植物嘅，可唔可以 check 到係咩植物？我喺放大解像度，應該會睇清楚啲嘅。如果認出係咩植物，就有可能知道屋嘅位置噶啦。我已經放大咗 ，cap 咗植物出嚟啦。你即刻 search 全港嘅樹木，逐個對啊。OK。你呢個死植物種，我睇你係咪仲係咁好命？如果我阿爸有啲咩事嘅，我第一個要你陪葬。趙大龍在拘留室自殺身亡。死咗！我话死咗！离开我！系你哋害死我阿爸噶！你哋两个都系衰人！你阿爸抵死！你阿爸杀咁多人，根本死有余辜，死十次、死一百次都唔够啊！你讲咩啊？你先抵死！我要杀死你哋！你两个都要死！你全部都要死！你哋两个。不得好死！我要你哋两个陪葬，我要你哋两个生祭我阿爸。佢再翻嚟，我哋死梗啦！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毙。廢屋窗入邊嘅綠色植物應該係 spider tree， 中文名叫做樹頭菜。呢種樹原產於亞洲熱帶地方，抗風能力好強。我已經將樹頭菜嘅分布圖 send 咗俾你哋，你哋 check 下。唔該 Gary， 唔使。點解咁多㗎？呢種樹喺香港被廣泛種植，多數用嚟做路邊或者係街道樹。就算將範圍縮細去到啲偏僻嘅地方，都有排揾喎。得個個零鐘頭揾到都死啦！点啊，赵生？系我啊！赵国志已经知道佢爸已经死咗。阿边，你听清楚我讲嘅嘢，尽快揾宝哥帮手。好 Sir， 我哋喺度啊！你听住，呢度周围嘅地下有好多黑色嘅沙石，质地应该系火山沉积岩，主要系沉凝灰岩、凝灰质嘅砂岩、粉砂岩、粗粒。喂，好 Sir， 宝哥，就凭 Pro Sir 头先所讲，你有冇可能知道系咩地方啊？我應該知道 ，Angel send 嗰條 link 俾我。你去地方啦，有好多火山岩睇噶，一定要去啊！我 send 條 link 俾你啊，一定要陪我睇嘅喎。我之前上網睇過，頭先聽 Pro Sir 形容，我再上網睇真啲，呢啲沙石只有呢一笪地方先有，就係西貢荔枝莊。喺电邮尾啊！我哋过紧嚟噶啦，你哋嗰边咩情况啊？赵国志，赵国志啊！警察停车！停车啊！阿赞，我哋发现咗赵国志。佢向住荔枝庄嘅商贩方向走，我同阿 Win 追紧噶啦。
你哋要盡快揾到 Mandy 同 Pose。收到。嗰邊有黑煙啊！就係荔枝莊方向，唔係咁大劑啊！即刻消防。冇事，快拉佢！Ada， 架车漏油，快走！一齊去過吧。人生無常啊，我哋應該珍惜眼前人噶。不如單 case close 咗咧，我哋要攞長假去旅行啦。OK。嗱，你又話過咧，新人要去南極一次啦，你要睇南極光啦，你要睇企鵝嘛，即係中意南極。不過你怕凍嘅噃，不如去馬爾代夫啊。哇，我眼前人對我咁好嘅。Of course。你個地方啦，有好多火山岩體噶，一定要去啊！我 send 條 link 俾你啊！我應該知道 ，Angel send 嗰條 link 俾我。估唔到冥冥中，你繼續幫我哋破案 ，Angel， 你好叻啊！Ken， 你係咪會帶 Angel 嘅骨灰翻美國？
系啊，我会带你翻呢个嘅屋企，交俾细伯伯母。Ken， 你要求请到两个月假已经批准咗。Thank you， 宝帅。我同 Angel 去完南极之后，就会翻嚟归队噶啦。我哋等你，等你精精神神咁翻嚟。一定。有機會嘅話咧，應該珍惜眼前人嘅。其實咧，我哋要珍惜眼前人，係包括朋友同埋親人嘅。要珍惜眼前嘅人啊，知唔知啊？知啦，所以你無時無刻咧都喺我嘅視線範圍裡面，千祈唔可以走開啊！你都係。骨灰城寶傳，睇翻你咁嘢嘅你。呢啲叫做浪漫啊！雖然 lover 唔喺度，但你就可以將佢啲骨灰變成做鑽石，隨身帶住，永遠都陪住自己啊嘛！哇，咁貴嘅，唔係真係做到㗎？呢個技術60年代已經有㗎啦，骨灰化學成分同比例因人而異，咁所以做出嚟每個鑽石都獨一無二，好有意義㗎。要我掛住啲骨灰周街行，我先唔會咁傻。有人俾你掛先算啦。雖然 lover 唔喺度，但你就可以將嗰啲骨灰變成做鑽石，隨身帶住，永遠都陪住自己啊嘛。上等與乾隆井啲味道的確係唔同啊！點都唔及嚟緊杯新抱茶甜嘅，咁梗係。所以今次嘅酒席咧，我想搞得體面啲、特別啲，要與眾不同嘅。好，我哋做海味起家嘅，一於有齊，包心似肚。咁我呢個首席烹飪導師嘅名字都唔係浪得虛名㗎，我唯一一個女客人喎，我點都攞翻兩手。嚇！我諗住筵開百席嘅喎，你唔係想一個人煮曬係嘛？我煮，哇！你得我傻噶？想真咁惡啊？係啊，如果唔係傻嘅，我都唔會將我啲嫁你個仔啦。喂，你咁講咩意思啊？啊，其實大家食嘢食到滯滯地嘅，不如飲杯茶消消滯啦，好嘛？係啦係啦，飲茶媽咪，就係咩啫滯？都未食嘢。哇，鐘小姐你好靚啊！你笑咩？你知嘅，你识读心噶嘛？我谂咩点读得出你法眼啊？不过如果有啲好听嘅说话，我都好想亲耳听噶。OK， 你好靓，可以娶到你做我老婆，我觉得我真系好幸福。爹哋，帮我啦。Mandy 姐姐 ，Hello， 就嚟系妈咪噶啦，仲叫 Mandy 姐姐，咁我叫妈咪咯。阿爸，我几惊你哋会迟啊？唔会，有我做柴可夫司机啊嘛，我看住架车，佢入去接文文，我哋两个相见合璧，冇失拖噶哦。妈咪，你今日好靓啊，同我画嘅一模一样啊。系。呢个系妈咪。文文、爹哋、爷爷同埋博士爷爷，呢个天使妈咪，佢喺上面一定会守护住我哋嘅。各位可以换衫啦，跟住影全家福，请跟我嚟。嗱，睇埋呢次冇走鸡啦，次次唔系你个孙女啊，唔得闲就我个仔唔得闲，掂噶啦，呢次咁人齐啊，包你影到，放心啦，行啦。我個人咧都係口硬心軟嘅，我都係諗住想搞下新意思嘅啫。你知你啦，親戚朋友食慣包心似肚噶嘛，咁咪諗下睇下啲咩新嘅煮法啊、新嘅菜式啊、新嘅配搭啊，咁先至可以突顯到你咁高貴嘅身份噶嘛。咁咪就係咁咯，你心思咁好，我點會睇唔出啊？
我信你亲自下厨煮一百围酒席，我真系傻啦！我同你讲下笑啫。我就系知道你讲笑啊，所以我咪陪你讲笑咯。未来亲家一于咁啦，酒席嘅菜式咧只要你设计。辛苦晒你。你都辛苦。喂，唔该晒，唔该晒，多谢多谢。系，你未来女婿我乖仔就嚟见波啦。我好事成双喎。系啊，不如等阵食完嘢倾埋啲菜式啦。好啊，俾啲意见啦。我哋唔得喎。哇，好靚喎！喂？咦？哇，好俊朗喎！係喎，係啊，直頭係啦，成個後生曬啊！不過點俊朗點後生都冇用啦。點解啊？因為爹哋同媽咪接咗 case 走咗啦。嚇？又係咁。咁巧嘅，見到你啊！送個豬仔包包俾你啦，拜拜。急退後急推算，決意將退翻，而話靜待日後尋事實未晚，就地目擊他，越走近越偏差。事实在分叉，重重迷团乱幻姿态，千种心理见解，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没漏洞偏差，仍能寻回还原状态。可分析去拆解，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